韩国艺人金贤重的新剧《时间停止时》今天公布最新剧照，首次公开了金贤重的剧中形象。《时间停止时》将讲述能够暂停时间的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相遇，逐渐找到人生意义的故事。金贤重在剧中饰演了失去记忆、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却能够随意暂停时间的男主人公。公布的剧照中，金贤重用眼神表达了角色复杂的情感，展现演技。这部《时间停止时》作为金贤重时隔4年的荧屏复出作，而受到了众多粉丝的广泛关注。该剧将于本月24日播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